我是安逸嘞，我是料理先生，我好煮菜，没好交朋友。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，没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嘅距离。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嘅想法，我嘅感通，还有我嘅爱。我是小虎，从这道菜，我请来吃好吃的东西。古时候我对料理同煮食都有兴趣，我可以见日式烤肉店，特别我看到日式都好吃的东西，表现出满足的表情同快乐的笑容，感觉我挺欢喜的事情。欢喜平常是一个有关爱、老分享的平常，我就决定带着欢喜平常出发，去拜访台湾辛苦付出的劳工朋友。假使有看到我到。欢迎分享你的食材，希望大家做得老爱到穷下来欢喜盼着哦。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出发呢，祝风太大都是台湾有1100人晚上的基层劳工，有一对劳工朋友认真实物的付出，不讲风采热晒，表示台湾安天的力量。我就决定出发，去请一对辛苦的劳工朋友，认识各行业的工作内容，还够用我哋的双手煮一餐温暖的料理，来为实物做事的劳工朋友加油。被困难做得创造出千变万化的生活用品，陶瓷是老祖先的智慧，经过千年的流传，到日下的生活当中还是当重要的，也是一个手工的行业，是一个老师傅手教手的传承。今天我就要来认识也坚持用双手辛苦做陶瓷的劳工朋友。原本一年你来到的也是哪里？泰国叫什么？陶瓷。陶瓷。刚才没讲，我介绍做的是卖阿雷阿什么？人家整条街全部卖的陶瓷的。刚才没讲做的。我已经安排好的，联络好的，你一下就在工厂。还在演呢？就在附近呢。哦，特别听你。好，来来来来。加加加加。就黑亚健呐，做皮的哦，黑亚当初你好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阿瓦拉啦，我小好啦，清爽拿来一种啦，今仔日啦，我想要来恁的工厂啊，来体会迄落做陶瓷的工课，你敢会用个互恁的迄个工厂啊，带阮去看一下，好啊，欢迎啦，会当啊，谢谢。哇，现在这一些人都在做什么工作？我做灌浆啊，灌浆就是灌那个酒瓶嘛。我看看，好像每个部门做的事情都不一样。灌好，脱模起来，在那边用那个电风扇给它吹，稍微干一点。干一点之后，然后再来压这个口径嘛。压口径。要固定住，然后再修坯。修坯那边再修坯。修坯以后修好了，放在那个里面去干燥，晚上干燥，到天亮以后再来把那个灰尘啊吹掉，吹掉然后再来上釉。上釉。上釉以后再来装窑。再烧。再烧。就是完成品了。对。烧要烧几度，然后几天。差不多10小时、12小时。那温度呢？温度都1200多。全部就按狗跟温度哈。对，看按狗色啊哈。分头进行。做得啦，给我体验嘛来。我想要关脚。你关脚，给我去修配好哎。好。好不好？那这样子我们就去工作了，跟着他们去体验一下。好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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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那我们去那边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黑。小黑哦、喔，哎，我是小虎。好，我今天要来跟你学做这个。好啊，再把这个嘴巴上面拿掉，然后再剥开来，来那个片，那个把这下面拿出来，下面拿出来，然后呢？轻轻拿的，等一下。那，要放哪边？先放这里，先放这里。对。哦。然后。然后，橡皮筋。橡皮筋。橡皮筋。嗯，分开。先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嗯，要排好。要排好哦、嗯。一个哦。哎，你做这行做几年了、啊？这边十二年。十二年哦，所以你的中文是来台湾才学的吗？对啊。对啊、哦，哇！哎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泰国。啊，沙瓦迪卡。对，你比较喜欢泰国还是喜欢台湾？光就是台湾比较好啦，可是还是会想家。还是会想家。哦，哎，我可以试试看吗？可以啊。哎呦，就是这，先绑上面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下去。我们做起来都是自己回家啦，给爸爸、给老婆养孩子这样，有时候会想，可是还。还要工作啊，还要算钱啊。拿起来，这个先拿起来。先拿起来。先拿起来。然后再摆一边分开。哦，先拿起来。我先放回去。先放回去，它有那个。这，请它出来。轻拿出来的。还软软的呢。对呀、啊。这是还没干的。哦。然后先绑上面。啊，你一天要这样做几个啊？要做几个？七八百个，哇塞！那你会不会开的时候不小心打破？就是会坏掉啊，会坏掉。那坏掉怎么办？他拿这个钻废土的，拿冲打的，还可以再用，还可以再用。哦，直接把它拉出来，拿出来。好软哦，我怕弄破。其实啊，写一写啊，因为自己工作做过写啊，其实哦，迄古典的做保的，迄古多吼，像南港单位迄腰骨断。今日来别工厂哦，今日喺起点来做事，伊可能起八点钟以上，啊，看到吼正要动开。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这个姜要倒出来。姜之后哦，要倒出来。经过多少？大概几分钟？大概十五分钟。十五分钟之后就要让它慢慢流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怎么知道它十五分钟好了还是没有好？这个就看这里啊。看这里是不是？大概一个手指宽，对不对？对，它。它往哦，它会吸，它会水往下跑，往下吸，往下吸。不是它不会站，靠这样，靠那个。哇！哦，好像拿全部哦。好，到第二排嘞。我们先，好，站立起来，立起来，让这个你将这流。有光的，放第二排。这个手拿上面，这个拿下面这样子。哦。啊，你喜欢吃什么？炒饭就好了。炒饭啊？你什么炒饭？肉丝炒饭、虾仁炒饭都可以啊。只要是炒饭就喜欢吃。好，我想办法。OK。小黑，那现在这放这边要干嘛？我们拔好的时候，就拿电风吹电风扇，就让它干。让它干哦。干，然后再修坯的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继续，轻轻的刮，不能刮太深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从事这个工作从事多久了？是一二十年有了。一二十年？对啊。都在这里吗？不是，这边十几年有了。只有这两条线是？对，修完要就直接要洗了。要洗哦。它洗的目的是什么？把它的线条那个洗掉了。
你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你做这个工作，就从头到尾就是做这个部门，做这个事情。对啊，就修胚。修胚。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工作？小时候就是做这种的，小时候自己家里也是做这种的。小时候自己家里也是做，后来之后家里没做就出来做。哦。那你们平常吃饭是带便当吗？哎。带便当，自己带便当来。没有，老板这边有便当可以做。哦，老板有供应，供应午餐。我们呢来这边呢，除了体验你们的工作以外，然后还要煮饭给你们吃。对啊，你有没有喜欢吃的菜？可以给你点菜哦。你平常喜欢吃什么？啊，海鲜还是吃肉还是吃青菜？都可以。都可以哦。哦，好，那我来想想，哎，我来洗洗看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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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修片有时候那个线条会比较细，然后就要比较花眼力，眼睛会比较容易疲劳。Hello，Hello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洪才。啊？洪才。洪才。哦，哎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对，我看你在吹。那个。吹干净呢？哦，把它吹干净，是吗？哦，那你可以教我吗？那都好了。你来多久了？那个一年多啊。一年多？对。哦，一年多，你国语说的还不错。对啊。啊？哦。谢谢你教我做你的工作，我请你吃饭。好，明天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你们好，请问你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是什么？上釉。上釉哦。哦，那烧出来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？现在咖啡色。咖啡色哦，这个釉的水会伤手吗？不会。所以你每天都在上釉。对。哎，有点像牛奶的手感。因为里面要洗，要旁边站着放这样。哦，先让它洗，你得转一下，再转一下。哦。对，这个拿去，这样子拿去。先转。啊，这个好点，这浸太久。哦，不能浸太久。对，要因为又要倒出来。哦，下去多久就要赶快上来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转了就这样子哈。哎，转了压下去。压下去。里面有筋，那个里面就这样，要倒出来，摇下那个里面才会有用。哦，哎，做这个工作好像真的要穿围裙哦。糟糕了，下去，然后这样，对，转一下，让它转，转一下，然后再转，不能再转了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不能拿这样拿，这样有手印的，要拿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交给你，交给你，天哪，顶怎么会有手印？可是我拿不住啊，为什么你拿得住？我们做习惯了，做习惯了，都要计数了，啊，来。董事长，董事长在旁边监督我，那一边啊还一个官呢，就没办法去给他，就张望唔黑啦，然后又做唔得名都给，因为我有钱的都当过，又做的都给当低度抢救的时间，哦，当困难，然后看给董事长就多给顺龙银宽，讲讲讲给官呢要不爱飞脱了哟。呀，真嘅冇按简单，唔做呀，先做一句话。做诶，十多年了。咩十多年了呀？嗯。哇。哦。哦，一开始就做呀呀，还做配地方。嗯，一开始哦，先做地胚。哦。修胚我也修胚。哦，修胚。嗯。然后这样过了呀，呀咩搭上你就做得落呀，修胚还简单。哈哈。要学下，要学下。要学下。要没办法，要啊没办法，真嘅。那天公爷吼，爱煮饭本就是。天公爷，哎，五点下班的时间，嗯，你都冇听，嗯，而且唔得吃饭，
好嘛？好啊。好好，啊，唔好先擘眼，稳点出来。哎呀，擘就算，擘眼就算。董事长，我们呢刚才去体验了我灌浆哦，我修胚，然后还有吹灰，然后还有上釉，哦，上釉最后一层来就是在这边要装窑，装窑上去，然后在这个现在这刚刚在烧，哦，烧这个到下午烧好了，哦，明天早上拉出来，这个再推进去，再点炉再烧，那可以打开来看吗？开玩笑，这一层哦，不能打开啊。哦，打开会怎样？火会喷出来，烧坏掉了。那我就烧好了。哦，啊，热胀冷缩，里面就会憋跳。哦，哎，你有几个这个窑啊？四五个。哇，我看那个窑底下那个火在亮着，表示里面现在正在烧。对对对。它等它烧完了以后熄火，然后让它在里面冷却多久？冷却要到天亮啊，我要起码要十个小时。十个小时哦，十个小时，冷却十个小时，所以我们也看不到里面的。哎，老板，这也不是什么陶瓷吗？我这看的都瓷器啊，对，它，有陶器吗？有啊有啊，我的朋友在那个苗栗那个头屋那边啊，那个国立啊，他有在做啊，做陶器的。对对 对, 對。那，啊，你的朋友在苗栗头屋，那你能引荐我们一下吗？我们想要去看人家做陶，对，跟瓷有什么不一样？介绍。好，那麻烦你打电话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哎，你好，哎，陶黑用的手拉坯啊，黑啊，哎用的。他们是不是买长高的那种感觉？有。我们这这边经历不大，师傅做了好多年，六十年。某项东西都没有炼油，按太紧给陶瓷厂了。哎呀，大夫给你唔知啊！哎呀，今天看哦，按太紧了。条家条。哎，条家。哎，条家。欢迎欢迎。哎，小虎阿姨。哎呦，因为我顶爱到嘿很多小虎阿月了。阿月看那个环宇搬走。哎呦。嘿啦，走啦，走走走。欢迎欢迎。哎，爱到就环宇搬走。根本啊，爱到就想讲来牙工厂啊，哎，来认识个一样的做陶的，一样的工作的内容。做得嘛？做得做得，欢迎欢迎。好，那种高矮带的管理。哦，本来的管理的啦。退休算几年？没啦，也算老头家啦。老头家，老头家。我等下去带呀。哇！哦，都工厂地都嘿啊。哦，好，今日你请的啊。哇！家务哎，国生哟。他们要来体验我们做陶瓷的工作，做对了，做对了，好，哎呦，阿勇做好，那我要去忙了，那就交给你了，做对了，国生的嘛，哇，五丫头做嘛，手拉胚，手拉胚哦，给，轻松看歌听，爱做的听也没好，做对了，歌底下，现在你工厂老老诶，好，看一下，麦开很多手拉胚，麦开很多手指胚，工艺少嘢，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太紧了哦！嘿呀！哇！哦，一你看一下东西动到呢哈，哎，做好诶。不过我看一下安胎用木看到人了。哎呀！哦，伊边啊，我一片师傅全部都卡做。哦。木都工厂生产。嗯。烧都买工厂生。一车一落就去安阳。头摆唔咩样，头摆师傅都要到做，都要到烧。但是呀，师傅年纪大诶，加上又无后生人，很好爱用传统诶工业，所以师傅全部很多有卡做。哦，佮青岛人都一片做些时间，系一多啥？我还要到东都噶，他有六十五啥师傅。六十五啥？人家工厂可以叫诶喏。那可以四十年嘞。全部唔到生产那个按样的内容，咁系就系一下看到诶。哦，唔是，头摆唔是按样啊，因为主要行，我哋双一台咯。嗯。上一台委托日本人做一条水土窑，水土窑，哎，
的身上就昂就翁，专门的供应公卖曲。做土也安样的行业吧，都新石器时代就有诶。古时候看也是1919历史的一种产业。不过我知道，都安尼台湾啊，从当作以前，新石棉以前，就会当新生的一个行业。啊，不过也哈近半年，安尼来到也做土的，搁做肥的，然后我就看到讲，安样的产业都安尼台湾啊，色彩系因。走下坡的安样嘅感觉，清楚要的也知道吼，咩因为讲当地的进口的东西就全部就入来台湾嘞。佮还有一个动态充电，你看一辆嘅工厂做设计环境就唔会当好，故说当地后生人啊就很讲做安样吓苦嘅事。佮一下一下工厂很多嘅做物嘅，那一边全都烧。社会部分师傅做好啊，全部做赚的钱。哦，你就讲落师傅，都卡租。哦，本地都不卡租。都卡租，做好的嘛，做赚的钱。哦。你又不卡木业，哦。木业啊，伊要的，唔买都哈不卡标唔落啊。佮行咧用几只台杂诶？冇啦，系啊，全部用那片一只细只的较细粒的药，但是买迄比一标的药较大。哦，佮做嘛冇用个药咯。伊要叫二十四点钟。连续用手电机，啊，我也还有那部分全部转做竖公路的，竖公路的也还不是做到安台的，他设立的也有些。哦，就像呀，也做些准备要烧的。哦，也是嘛，个也是手拉胚，也是手。我要手机胚，啊，手机胚，你讲个手机胚，手拉胚还是个手机胚嘛东西啊？手机胚可以用钳来挑啊，钳，你有想要体验嘛？唔听咩啊？唔咩啦，阿师傅，哎呀师傅，啊，你有想体验啊？打电话问阿师傅，我阿师傅教我，我体验，我好，带下一下，我做会做一下，做啦，就唔听。爱听阿师傅做梦工噶。哦，跟安阳阿师傅还做得教我做手拉胚哦。我今日去讲阿做手拉胚。今日乖，老师傅系。对，老师傅。一老的老师傅。一百十五岁了。啊！阿爷，他就专做潮汕的东西。怎么爱专做潮汕咯？因为材料的东西较符合阿爷时代，生发艺术发，艺术生发发，所以阿就专做潮汕的。唔只有人民控制本土啊，疾病阿像个生病都多，还是啥？但是还能靠甜食啊，比如讲老一天，佮个腌烧啊，哦，哎，你过。高气压、很低气压，给收出来效果都冇分个。我之前哦，看一下你工厂第一做的哈，你做的去拉坯嘛？哦，好啊。起咩地方就敢露出先，因为按聪明啊，你本来就是奶的东西，收收啊，就变到碗啦、鼻液啦、肝的啦，变到很好用的东西。像董师傅那片，安泰的那工厂就存到七个以上，老师傅全部都有卡做的。要按好的数据吼，再磨传承下去哦，真叫实材。一下我讲来，就安样来做嘿啊！哎，那些人中心点听出来，等下都不一样来做。早安讲讲嘛哟！哎，唔好也好会叫诶。哎呀，爱好会问医生员的哦。问医生员嘞？唔系，因为唔穷生爷爸爸就会开一只工厂咩吼？对啊。跟唔系穷生就好，也系讲本来无想去做一行诶。哎，本来是无想去做一行。都转来做诶，啊，本来出去做别个条路，做别个条路，哦，来做啊，拥有相公又转来做啦。那相当于传统行业吧，往起提一大上拍嘛，都转出来好起来。你可是好诶时间，我有挫败感嘛？哦，我哟，师傅大早都无买很高，伊讲个条家子哦，咁有样我好安样，哎呀，安辛苦。都高都高诶，哦。结果咧？牙根咬断。那个个头师傅哦，看到来做出东西了以后，过行路一下以后，给头都认为哎呀，头摆看木嘛个一下做到哎呀，做茫茫的了哦。知道哪一有搞了哈？嘿，还能证明啊？证明这个要坚持啦。嗯。做嘛应加水咯？伊爱水爱润滑，哦，爱润滑，湿湿的哦，哎，啊，湿润的。原来迄青菜都攞袂去田方挖的，也还讲有固定的奶。也迄西天的 ML 里一片的奶 ，ML 里一片出产的土奶哦，
用一本石头就开始来拆，然后也还没完了啊，重新重新点天火诶，诶，内部的紫色哈，诶，左树杀，然后存落去地度，嗯，右树杀，然后都变转来，哦，怎么样？我来不来一个啊？啊，来慢慢的向上来啊，你那个没有看懂来做啊？没牙树了，那来起来，没牙树，没牙树了哈，天天去扫哦。哦，很惊哦！甘肃多嘛，甘肃多奶油又长高的那种感觉。有。我也强惊哦，强惊哦！哎，一孙了，不是有孙了。要用两个数量去数个脚，个协调性，我老去哎呀捏出一个弯出来，真紧，无简单啊！每次都给我花动不多的时间来练习，才有办法做出一个较强用的东西出来。带块是嘛吼？哎，甘肃款的，甘肃款的，把个做手拉皮。哦，听我讲的话。哎，错，你小虎你没有这天分哦。这时候看天阳啊，当路面切割，跟男主角吼，都男丁跟女主角都给手拉皮，哦拉皮啊呢。结果嘞，根本去拉皮了吼，哎，跟蛮怪呢，去现在数一年就废掉了呢。本来讲我做完呢，才做一只香炉出来。你看艰难。我做差不多二十来年了，我主要去做柴烧手拉皮的部分。热天加冻热，寒天加冻冷，烧出的东西又要有银行买，也是较辛苦的地方。董师傅，董师傅，我在那个青柳。董师傅，哎。哎、欸，小虎哦，小虎，嘿，哎、欸，我都挺慌的，你纸皮啊，纸皮啊，纸、啊、皮，你用嘛？你用很多纸皮喏，来调啊，你念，念喏、哦，念是看念，不然看啦。好好，嗯，这样一下子哈、哦，好几吨都不坏。哇，哎、欸，没软软的呢哈，没可以。我一我都爱的地方啊，准备重新，懂我没？阿啥的呢？阿大，阿大，哎呀，大白大皮泡，大皮泡，嘿。也是无敌个，我得去切切裂啊。哎，你管裂啦。嗯。嗯，这是哈。嗯。可以来。哦。好，这样来。我打到几泡个呀？我打到八泡个。我就讲这边按年纪大。哎，师傅，你做阿红做多年了哈？我六十年。六十年。对呀。强强哎呀。对呀，强强哎，哈。说好个小铺，嘿，长块田无蚂蚁哦，就听强强哎哦，对，强强哦，哎，我找无蚂无盐样的哦，啊，当然等一下会盐，呀，大白意思嘛个意思呢？大白泡块，嗯，等下盐要挤上面。粘上面哦，好，粘土上粘的嘿。那要怎样嘞？哈，嗯嗯，也是木板。哦，哎，也好，你拿出来的有鱼呀？哦，木鱼，等下太热打湿的，好嘞哈。要那样按高诶。唔好啦，那是装好啊，开始咯。佢阿叔，你再割下只。嗯。哦。可以啦。嗯。阿叔咧，我当地讲嘢啦，佢太发白咧吼，诶，见咩双嘅手拉片按你来起来呢？佢按你一眼一眼一眼，天天按你念双，双种纸皮啊，阿叔加个纸皮上就算哦。佢陆师傅讲，佢做了六十年，用佢三日做一张。按你呀，生意做一多只花八嘞嘞，师傅啊，嗯，哦，我这边要一摆要喷着吼，嗯，我这英国这边啊，喷着不会做肥的啊，你看什么啊？你看土，哎呦，你看做土要土奶，你做肥陶瓷，哎呦，嘿啊，你想嘛吃嘛出来？哦，那个臭肉，臭肉啊？嘿呀，那个臭猪肠，东西臭来臭。你怎么算你的基本西草的呢？啊，当初因为日本时代呢，将社会和平呀，所以某些也好哦，好像对
生发热的乌苏养胶，哎、嗯，是原始哦，做也好，嗯，加农药杀菌的木工，木业的工业呀，哦，就是原始就会做也好，会必生。因为爱从细都农业出身了，对安尼个木感觉有辛苦。好靓的变好诶！啊，现在来拿作品啊，来啊，生意啊！哇，你冲啊！啊，太热个呀！哎，你变一只来嘛？变一只。今半夜挨到来到英国，爱煮菜饭做陶瓷鸡，老公朋友生。希望有得好，听到爱心变个变相度，本来就来拍一组航拍料理。唔止讲，一山峰地都还有暗涌的窑呢，哈。哎呀。哦，一下，有人叫人讲的潮窑哦。系啊，也做起潮窑。哦哦，我看见还有几户啊，用钢钢，迄地都要去烧起啊。系啊，你看望下，也去烧得呢啊。烧得呢啊，最用暗涌的，我看见后背暗涌的，暗涌的潮哥，佮最难入去烧的啊。系啊系啊系，就靠一条潮去烧。你地图你还有多图？差不多一千图哦，啊，大概都半块。好啊，好啊。一烧哦，那生意哦。哦。哦，哇！你讲你地图挡风哎，哎呦，这裙哦，就有种黏黏糊糊的感觉。你挡烧嘛？有挡烧，我讲哎呦，你还就许一千图哦。哎，对。千个烧到一多图。我烧到1280图哦。哎呦，还开始呢。跟俺烧落去，等下唔。等下，唔多老板人啊，天数传了诶，好嘛？好好好。啊，而且落去人货加上去。哦。几样下来？那饼诶，饭诶，好嘛？哪个饼诶？哪一副饼？哪一副饼呀？饼都要对。好。先拿一堆饭啊。哦。冇强嘞！哎，也好冲的哦。古奈佛顿哈。奈佛顿哦，长。佛顿都。长的也短呢。哎呀，可以较短的，比也较短呢。哦，比也较短呢。还有乜嘅？哎，一下，一下拿作品。你阿样吼下背啊，较困难的变好诶，计蛋糕诶，较简单诶，做来帮我变困难嘛？有样嘛好啊？啊，唔干嘛？做得啦！啊哈，好，诶，我要当生意啦哈！啊，我做老板，我教你哦，变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，今天我来先出来啊！好啊，好啊。系一种胖胖的船呢。系啊，胖胖。好靓的变好诶。啊，跟俺来拿作品啊。啊。来啊，生意啊。哇，你冲啊！啊，太热个呀！哎，你去变一只来嘛。变一只。哦，敲开后背头诶。哦，做得。啊，俺过拿个一只啊。好。哎呦。好嘞，来啦！哦，啊，把它中间的喂，鸦片，哎，把它中间一些的，走得。哦，好，走得哈。哦，鸦片用那 V 也没有讲究啊。有，起码个 V， 个 V 要超多哎，因为个损耗还可以不用配的东西。啊，不用洗啥个嘛。啊，哎，俺来拿配的东西不用啊。好好好。因为俺。对于上一台做的东西，我无心思，所以我只个开发出那么一条，
空中去土的山野，较神翻艺术类的东西。哎，哎呦，差不多都花掉七八年的时间，其实都要下做很多个学习。压叶片贴好诶，给你压下里叶片。哎呦，哎，那你甜草了？甜草。哎，你讲给小一叫诶啊？给给小 T 三米了。T 三米了。啊，记得输了不？好好好。好，去动手哦。哦。等下甜草噶哈，生意哦，底部动手哦。哦。冇生意会落到输哦。哦，竟然拿他床头诶，冇听会落到。哎，冇做拿个床头诶，一草又冲诶又强诶哦。哦。哦，啊，那不看。哦。你冲个就卡扎破诶，都卡冲诶。哦，你要做。拿卡强诶。卡强诶。哎，那又冲诶又强诶，冲下。嗯，看啦，很快哦，好，不用等了一下。在飙啊了，哎，看看啊，飙啊了，哦，有按用投篮的感觉哦，对对对，哎呦嘛，哎，啊，就这样，看看啊，飙啊了，最后，哦，哦，补个两级，补个两级，哎，哎，有数杀哦，有数啊呀，哎，你种数杀有作品都给我们等下大做作品的哦，哎呦，唔记得啦，都唔得哈，喂，好，等下我来油门关起来了。哇，贵海就当手拿，手扶扶的哈，手扶扶的。我刚才你一片了哈，我用冰草没哈，嗯，这草刚有讲到，哎，有太有色，好嘛？哦，这因为乜个作用？因为佮一边插起来个火的芒土的问题，小草叶系一铺一铺的来的，嗯，每像人家天有啊时有。快，佮当速度当加个，伊系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所以安尼受吸引。佮用受到提吸引过后，就做在管台来。啊，无啊，提吸引过后过来做，看底部的作品有熟嘛，有熟透嘛。哦。哦，所以讲搭摆安尼搭手做嘛，打开来先看一下底度，哦，有透嘛。哎。小火啊，缝缝起来，啊，变慢慢的，慢慢的降温下来。哦。但是做手有东西做唔得。听个讲文，听个讲文的方，哎，那作品都地主会变脱啊，热胀冷缩。对对对，哎，那慢慢的讲，慢慢的讲，所以讲文含那贵生意的比讲文，哎，所以讲要做潮湿，潮湿的东西辛苦的地方会多些。唔该，可能哎呀，我以前填潮湿嘛，佮就你就做唔得做啊？做唔得，哎，二十四点钟，除了都要固定的，所以按从点火、分油一切都烧好，全部做永远都要在装火。啊，呀，做开工人做手抽油辛苦的地方就多呀。嗯，我有一百多个手油，手到下呀，老板都过落伤，结果我多个手油，我前辈手落落的，后辈是烂唧唧的，哦，也是我亲身的经验很多呀。运动多呢，火茶台呢？哎呀哎呀，嗯，呀要你呀，要不要？你可以好哦，没有，哦，来呀，就说呀，好，哎呀，都好留一孔不然掉哈，咦，要布告栏啊，哎，不客气了，不客气了，哎，有一个地方你还要叠的，嗯，家你叠厉害哈，就麻烦了哈，呀，辛苦的做飞老公的菜就麻烦了哈。对，在前边的地方。对。哎呀，你一抖呢哈？哎呀，市场按抖你。嗯。哎，你呀哈，没到市场前边的地方来点啵。哎呀，应该动作你看得懂哈。哎，那有你点呢？市场还有。哎呀。也有你点。这个旁边的坐对吧？好啊。好，来来。有谁来？哦。张某，有、啊。哎呀，都在嘛？是吧？好、哦。好啊。来来来来，让大家看看。叶片全部就是卖陶瓷的店面哈，海报哈，看中的夹多像阿勇，多叶片夹得然后。对啊，我得问问一下，问一下。哎呀，阿勇面行来行去就看得到啊。哎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这样子啦，我哈跟你介绍一下，
我们是那个客家电视台欢喜办桌的节目，哎，啊，我们这一次啊，就是要办桌给那个做陶瓷的那个工人公司，是哦，对，哎呦，很棒哦，对啊，这一个哈海报啊，就是我们的宣传海报啦，有一个冰箱，然后我们要到市场去，然后收集食材，让人把这个食材放到冰箱，然后让我们两个人去做菜给这些老公吃 ，OK 啊。那很棒啊！那这一个海报啊，我们想说哈，看能不能贴在你们的店门口，让客人进进出出的时候可以看得到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地方最好。好。我想看有蟑螂。哎呦呦呦呦！这样可以了哈。这个，那到时候如果说有客人经过了有看到的话，再麻烦你帮我们宣传一下。OK 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谢谢，谢谢。大力推荐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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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全部年年很多哦，你老年的吼，对，哪？英国的市场，左边有一条海报吼，对啊，有好无好，古时候平常吼，还表演看老年的地方，超超超，古时候全部年很了勇敢吼，你放松一下，希望大家做得了一片标彩，为你做彩，好，来来，接过来，接过来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电视台欢迎潘总。给主持人，我是阿叶嘞，我是小虎，今天来到英国嘞，我做菜盘做陶瓷的老公朋友生，今天我就跟平常就搬到英国的市场太门口，希望有得好，听到爱心搬到平常住，本来就嘞拍一张航拍料理来搬到做肥的供应商，安子生，安子生，什么太假，安子生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冰箱哈在这里哈的概念很好，所以我分享给大家。我就是要慰劳这些辛苦的劳工，那当然他们辛苦了，然后带一些食材给他们的。就觉得劳工朋友很辛苦啊，然后想说提供一些食材，然后可以就是煮东西让他们吃这样子。我觉得分享的概念很好，跟大家分享我很快乐，很高兴。跟别人分享我很开心。夹夹来看，你不易嘞，答案很样哎。哦，样板。前几日掉海报，我表演市场有好呢哈。系啊系啊。我同同呢。哦，一捧拍哦，表示讲一片啦哈，你真劲来操的。呀嗨，你亚洲菜有诶，这就看看你。潘总，潘总，潘总，潘总。哦。爱心，爱心，爱心。这不是数钱哦，这是爱心哦。他吼，他吼，他为你特别做了你家乡的菜。对，打泡猪，吃吃看，吃吃看。你要吃哦。还有老师傅也是啊，谢谢你们。这不是数钱哦，这是爱心哦。今门嘅冬日天做菜啊，心情特别的欢喜。你话讲，伊都当认真啊，一年都起八点钟做事呢。做运动。系啊，然后做重复的工作。哎，阿爱德啊，我就吃到讲，你都一片做菜，本日就食啦。系爱嘅用心。好，开始了，潘总。潘总。好。
因为种种啊，就是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对，然后我们董事长有看到监督看我们做菜，我们有很认真吗？有哈，不过我相信啊，今天呢就是会很高兴的原因，是因为见到老朋友了。是不是？对，嗯呀，都认识，刚才讲都认识四十几年了呢。嘿呀嘿呀嘿呀，吓死我了！陈先生老跟钟先生两三年，七十两年呢。嗯，所以说难得这个四十年后，然后可以大家坐在一起吃饭。嗯，以前一来唔好啊，天然的血统嘛，该。中奶，中奶，浓奶，浓一年嘿呀。一年了，看起。甜分，哦，给困了两年，很耐心。师傅讲师傅，这么甜放牛奶，哎，牛奶，因为两位好多牛奶唔识煮。你冇喺感情把师傅放汤里。这个是这个张先生的儿子，森哥。对对对，他现在就是在做那一个柴烧，可是柴烧的部分，我觉得那个技术性比较难掌握。小黑是从。泰国来，来台湾工作。他哦，老师傅，他为你特别做了你家乡的菜。对，打泡猪，吃吃看，吃吃看。你要吃哦。好。那阿川，你也是从泰国来吗？你也是从泰国来吗？我是泰国。泰国吗？是吗？你吃吃看。萨瓦迪卡。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。嗯，吃吃看那个像不像泰国的打泡猪？你吃吃看，哎，那个干片也还。现在年轻人没有人要学这种东西。现在就是说，比较是属于那种比较基层的，就是劳力的工作，就是说大家就比较没有兴趣要做这个工作。可是行行出状元，像我们今天就是想要给你们就是鼓励的掌声，所以说呢，就来煮这一顿饭来请你们吃。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吃的碗，对呀，要用的盘子，它是消耗品，还是要有人生产？没有人生产的话，那以后我们拿什么吃饭？嗯，不能说回归到以前古时候用叶子嘛，乌鸦吧，用乌鸦这饭那么困难啊。虽然他现在不赚钱，还是需要有人在这里面兢兢业业的做这一份工作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一定要谢谢，谢谢，不管是现在呢，还继续坚持下去的那个老板，还是说在这个工厂里面继续辛苦为我们做这个杯子碗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，对，一定要要要要，还有老师傅也是啊，对，谢谢你们。神梦一流汗的朋友，暗自说神梦的朋友，一天